对啊，你看这个距离，这空气炮，对，出手是不算的。乔杰前场快攻先被犯上一规，这是一个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，但是出手是不算的。李威廷有一点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刚那个动作理论上不是故意的啦，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球是一个超球的状况，所以他要跟着追过去，脚步上面好像有一些些影响到前面的卢俊祥。对，这是铁板烧师傅跟铁板烧学徒啊，因为六九只刺了一只手。我又不会以这个角度，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接触哎。感觉是李威廷自己有点踉跄。对，但应该是没有碰到哈。对啊，你看这个距离。这空气炮，对，哇，难怪是师傅啊，有这个气功在旁边，这个气场去影响。对，那六九刚刚执行的是违反运动精神犯。